想我刚接任也是很不熟，我进了这个妇女会里面，我会跟前会长的来好好的研究，看将来会带给大阪的妇女有更多的活动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说大阪的一些妇女有什么需要妇女会来协助的话，我们会尽力的去帮助我们康赛这边的妇女们。